两大一敌，打成这样，吃粪去呗！ 提前上线，你上成这个样子了，老弟！一大一级要学艺，配合泰坦打，他基本能打得过。 之力，活不活下来，老弟，我可帮不了你。谢谢老弟，那就打，这老弟，我的神龙之力离奇。 是在模仿，这一阵神龙。这野子，他做的哪？我有机会杀，等一下。有机会杀，下则下，无所谓。 可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，我回家建蛋，继续刷。这谁出问题？哎，回家还要吧？我这电动，你可别打架了吧，老弟！你这钩子玩的上把就扯淡，这把怎么更扯淡了？ 捏小鸡呀、啊，捏小鸡呀、啊，捏小鸡呀、啊，捏小鸭，捏小鸭呀、啊，捏小鸡。主播虐了一半个赛季的菜了，没办法，挣不到钱。我们打单维持生活了。哎，动手，老弟。 我操，这么上了！我操，牛逼兄弟，这个妖姬也挺牛的。但是我想杀只能这样，不然的话提前被我杀掉就断掉了。如果我杀这个骷髅的话，哎，待会儿还能有机会了。瞎子这。 兄弟，你变回来吧，不急。你变回来，嘿，我他妈，你这个小子，走吧，算了，回吧，你这状态赶紧死，先回去吧。你可别搁这晃悠了。 哟，这么晚你才来、啊？主播是联盟最勤奋主播，没有之一。不是在说笑。那被瞎子抓了，老弟。被双裂链子，这从瞎子应该摸出来七秒。 好好好，就是在说笑。动手了，动手了。卫生间，卫生间，暴力。我掩护你走啊，老弟，你在干嘛呢？
这怎么办？这不有点可惜？没办法，他是这个装备，这个装备能回血。我大招除非斩杀，哎，这不大招想放招，他要放晚点可能就好了。跟你说，我是花呗主播，谁是花呗主播？什么叫花呗主播？肯定要花呗呀，没花呗怎么玩？我怎么放在充用？我觉得充用，我觉得充用不是每个人都能用，充用是笨蛋啊！别过来哦，你过来我有针眼的哦。另外我接个妮拉过来，你都得炸。妮拉现在可厉害了，你和别装逼啊！我这个针眼试试防着你啊，老弟。哎，发现我又。哎呀，小虾子，这小虾子不怎么样，说实话，水平不咋地，不咋地，跟之前前几局遇到那些虾子完全比不了，水平不咋地啊，老弟。该说不说，小鳄鱼呢？小鳄鱼回家了。他们遇不了尼拉的。你那还有一 v 二呢，还一 v 二成功了。你那还是屌，整机都根本挡不过这个。别抢，别抢，谁想跟谁急。装起来的，老弟，你在单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？不是你爸爹帮你，你该如何是好呢，老弟？小瞎子，你在干嘛呀，老弟？你怎么人也没见？我俩得睡觉，我得睡着。妈的，五点钟还得，不能睡太早。秒了，哎，回来了，不知道该怎么着。哎呀，瞎子，哟，上我了，你个大不了，别跑呀，老弟，你怎么又会跑？没眼了吗？啊，把针眼摸出来了，应该。妈，你妖姬要来帮你啊，老弟！你看他来不来，来不来得及，老弟？作为 W 双海妖，加一个平 A 拿下，牛了！哟，这小子！什么？妖姬杀我？你杀我？你杀我试试？我假装会吃，我能踢过来。我勒个豆！啊！
杯妖姬，我操！哎呀，这小逼崽子，你这么玩是吧？被我逮到了，破枪！一个一，哎呀，老弟，哎呀，技能全空了，老弟，你等死吧你！快叫大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了。我在干嘛？哎，没有，我在等他过来，他过来的有点早了点，而且他那个位置我都忘了，他踩到我了，踩到我就没办法了。理论来说，他两个踩过来看视野，然后给我反打一套回去，再过来我一个 W Q 秒掉，是这种剧本，懂我意思吗？他玩的还挺稳，你没发现吗？想平 A 杀我，他没交易，我一直在躲链子。我知道我往哪去走，好，就往这里也去走，那不可能的。你绕一点弯路，他 W 负我，你追你吗，老弟？走直路是有机会的。哎，他为什么会 A 那个呀？我操！50块钱，哎，自动攻击开着没开？大刀落地平 A 会判定。来来来，你别回去，一下。第二下还要 OK， 怎么说老弟？哦，玩的不错，杀杀杀杀不掉，弯路是走不掉的，直接有机会吧？往台上会有机会，弯路怎么可能走掉啊？他随意穿墙啊，我也不能穿墙，老弟。少走弯路，懂吗？我操 ！W， 哎呦，给我吓死！闪现踩我，哎，这上把那个妖姬，这妖姬玩的也不错哎。哦，不上吧，不上。哦，你别说，这妖姬玩的也不错。炸掉了，这都活着，打掉了，没有眼吗？不能起飞，你承认你凭什么追着瞎子打呀？啊，你承认我凭什么杀第一波杀个鱼啊，老弟？啊？很简单的道理，你说呢？为什么会去用重刃这个天赋？啊？为什么用重刃这个天赋呢，老弟？超级小鲫鱼嘛，玩什么都一样呀，老弟。你说呢？
老鼠，你不会真觉得我怕你吧？要示弱呀，你不示弱，别人不往前走呀，你怎么玩？我回来了，这么打我。A Q 分身出 ，A A。我猜着他，你拦得住吗，老弟？哎，我戳了他了，他防御塔打我的，你还回去了，老弟，你凭什么？好秒了呗，妖姬。再次用你的华丽闪现，嗯，老弟。那个 W 蓄力，没有直击到这个灵魂，老弟。没办法，如果他秒我，就是我秒他，老弟。刀，双刃剑啊！其实他第一时间交易，他已经怂了。这个时候我应该果断一点。他交易反而我怂了，他交易其实已经是怂了，他已经失误了。他 QRW 就能秒我。实话 ，QRW 就秒我，我是知道的呀。他交易已经怂了，我就怕他叫着 QRW， 我也有点怂了，导致我第一时间没有把爆发打出来。果然小丑就不是我了，老弟。的身体，那可跟老鼠不一样了，老弟。自己 QQ 号发给官方就行了。哦哟，想操作我了，丢过来了。还有谁？